因为等于这个电影就是马上正式要跟观众们亮相了。作为导演来说，如果观众喜欢，肯定是我的最大的心愿。画面中这位身穿黑色衣服披着长发的女子，就是咱们张艺谋大导演的女儿张默。当天由她执导的处女作《28岁未成年》宣布改到12月9号正式上映。与此同时，主演霍建华、倪妮、马苏等也纷纷到场为影片首映宣传造势。哎，我说导演啊，人生第一部长片就和爸爸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同档上映，您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。不过小编可得提醒你一下，电影市场可是只认作品不认关系的，究竟这部影片有什么特别之处嘞？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男神。电影《28岁未成年》改编自 Black F 同名小说，讲述了28岁的梁夏痴迷于霍建华饰演的毛亮，深陷糟糕的感情生活不能自拔，因为意外心智重返17岁，并在17岁小梁夏的帮助下认清自己，找回初心的故事。这是我给你的惊喜。当天的首映礼上，几位主演也设想了一下，假如回到10年前，自己最想做什么？想想10年前，只不过那个时候比较迷茫吧，就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些什么。但其实现在看看，经历过的都是最美好的。如果要是退到17岁啊，那我想好好谈个恋爱，要不然现在早嫁过去了。回想10年前17岁，因为我今天正好28岁。17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备考呢。在各种做题，一本一本的做，上课睡觉也就4-5个小时，天天背书，因为我学文科的，各种历史、政治、语文、古文什么的，英语都得背，挺苦的。那个时候我觉得要是回到那个时候，我现在要对那时候说什么？我觉得就苦呗，多吃点苦，别谈恋爱。早知道现在成功，我那会儿就不背书了。10年前应该是开始对拍戏这份职业感兴趣了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也没什么变，就一直觉得还是觉得很新鲜很好玩。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拍戏是很好玩的事情。每一次你跟不同的，不管是导演或者是演员或者是班底合作，你都会找到一些新鲜感。然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很喜欢的感觉。就对我来讲没有太多的变化，没有太多变化，唯一就是皱纹多了一些。又全一乐，那个谁，快把马漂亮娶回家！北京报道。